我觉得这种它的训练的难度呢，主要来自于这个天气啊比较黑，人呢整个在夜间的生理的机能也下降的也比较多，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还要实现精准的这种着舰，所以说这个难度和挑战还确实是比较大。夜间的话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只能看到航母上的三条线，一个灯。相对于飞员来说的话，就是看的东西越少，就会感觉到很无助。